但您看到总统蔡英文今天晚间出席外交部举办的驻台使节新春联欢晚会，他表示台湾支持乌克兰人民保卫家园。台湾已经启动了对乌克兰的人道救援，台湾人民赈济乌克兰的捐款在短短几天就超过5亿元。身处民主最前线的台湾人民会跟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站在一起，我们会跟国际社会一起努力，共同支持乌克兰人民保卫家园。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